离婚协议书正确的叙述是，关于离婚协议书建议要一式两份，还是要需要两位证人签名？两位证人签名，而且离婚协议书一定要两个离婚的人先签完。重点是我们不鼓励离婚了，这样我们没生意。开玩笑，你跟他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各位观众对不起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